啊，对面怎么送了？竞技跑到下面去送了，搞什么？不是，对面送了呀，这咋办啊？那结束了，又不是 S 了，多一下 E， 哎，没出来，哇，不该 A 那一下的，我想多 A 一下，得这么着来着，上面。 被打，哎，有，还叠了个盾，我都被死了，自行回头了。我今晚他下播之后再去打打韩服吧，可能。 一个距离，压人中 ，A Q 先挂大招 ，A W A 再开大，再 A 一下，哇，这伤害都不够吗？我吐了，这伤害都不够秒他，啊，差两个平 A 啊，一个平 A 都不行，差两个平 A， 这一套没秒掉他。 这套伤还差一点，反正那种需要出装备来过渡的打法，我都不太喜欢玩。就作为一个1300、1200、2200块的这个隐藏级卡，这里合不了装备，我都不太喜欢那种。 以前的话是你中路游四之后没事干了可以去游走，现在游走也不好抓人，只能强制对线，真的，好像这设计师就是故意这样子的，让这个节奏放缓，就他故意不让你去游走，把这个节奏给放缓。 下路好抓，哪里好抓？下路好抓吗？不好抓啊，下路。 你怕是想死哟！哎 ，Q 到位点，哎， 再一下伤害够了，哈哈，原地闪。给我冷静。有个搜魔人想找我的麻烦。 想圆了，浪费洗干，哦吼，没闪吧？亚连招 ，A Q 挂大招 ，A W A，
出装的话，哎，有两种出装，一种是征服者的暴杀流，啊，不是征服者的持续伤害打伤害的卢登，我都没力气了，我说了一天的话了。不是这个打法，我这个打法就是来随便玩一下而已。不一样，太碍眼睛了。炸开了，你无处可逃，要跑的还蛮快的。结束，完了，接不上了。怎么都追不上呀？好烦啊！没显示跑的有点慢。不用打这，等我今晚上我下播之后，哎，等会儿就这么的，一个没，一个打。等今晚上我下播之后做个视频，到时候你们 B 站看就可以了。再来个大面具。这种打法我感觉打肉很难，可以吗？就如果对面特别肉，如果对面阵中特别特别肉的话，感觉可以玩这个打法。一般这不是不太厉害。Q A 到点，哎，到点，巨好了。100%额外生命值的伤害。往前就是个骗局。哎，感觉吸血鬼出这个是不是好了？这打法，我今天晚上下播之后去韩服试一下吧。哦，觉得不行啊，不是不是不行，不想打。韩服的问题不是因为装备打不了架呀、啊，上单感觉说不太行。好久打上单的话，打法跟打上单还不错，打那种肉，打那种肉英雄的话。哎呀，秒了！解治疗了哈。Hello。跟我呀！啊！顶住了，还真够啊！开个玩笑啊，兄弟。这套他打那种 打那种武，什么武器大师啊，什么剑魔之类的，可能好用一点吧。CD 也不多啊，这套就这个侠傲造者有15的级数，鞋子有15级数，这个有10级数。Hello。没搭到，坏了。哎呀，这是技能放的，打断了。哎，哎，
跳过了没有？坏了！哎，哇，好预判呀，进！进这个预判可以啊。对面能不能投了？拉皮西干，我下饭去了。不是这套、啊。这把是随便试验一下的，有弹幕说这套厉害，我就试一下，一般般吧，感觉可能打对面周正不是那么好用，打肉好一点。不遗憾，德玛西亚的真意。我的话是喜欢玩对半卢登那套，我去，什么鬼伤害这个镜子，真是何等的讽刺。 Hello， 你能跑了吗？你哎，完了，被禁住了。开大呀，对吗？再来一下，下来吧。新版本今天是第一天吧？国服还早，感觉大概要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后。装备才会定型嘛，可能都不止，可能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，然后装备才会完全定型。现在才第一天，那第一天你玩了一天，就搁这说，哎呀，这个装备可以，这个装备厉害，这个装备厉害，还早。